小小的一次。为了搜寻当年女工被奸杀的地点，尖兵在暗夜厂房里大胆前进，而状况却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发生。你们撞到啊？没撞，我没撞到。哎呦，是真的。哎，那东西在你们旁边打下，你都不怕哦？啊。太夸张了，有人在旁边就被砸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哦，你看这还有烂掉的那个电风扇，对，哎，小心你踩到那个什么东西了。黄历，不要乱踩，不要乱踩。你摸我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怎么会有人？现场异常的气氛让人浑身不自在。就在艾米觉得身体受到碰触之后，我们也意外的发现了她肩上奇怪的痕迹。哇，所以刚刚有人摸你是吧？对啊，留下手印呢。我不是问你说你们摸？可是我没有啊，我戴手套、啊。戴手套怎么可以摸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是觉得手印。而且你看哦，对啊，你看。你的脸也是。伴随黑夜而来的接触，是否就是亡灵的恶作剧呢？艾米脸上、肩上、无形的触碰，竟然留下了莫名印记，让人百思不解。要小心一点。对，我想到了，那个管理员不是强暴那个女生吗？好像宿舍发生，他在二楼，因为管理员办公室在这里耶。你们找一下。哎呦，不要是管理员摸我，真的。好了，上衣，我相信你讲的话了。这些人死性不改，死性不改。对呀、啊，即使是到了阴间，依旧。对，还是性难移耶。对，还是色眯眯的，啊、还要摸人家，对不对？其实确实也没用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肩膀上那个被摸到的，居然都没有反应吗？没有，我问那个，因为那时候只有小黄在我旁边，我就说，哎，小黄，你摸我吗？因为我觉得有人摸我嘛。然后他就说没有啊。那我一看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是这边，那小黄在我这边，对哦，好像也不是他的感觉。后来出来，他们才说，哎，你怎么手背上有点怎么会有一个印子？对对对，掌纹。可是不会痛啊，就是只是觉得有人，就是这样抚摸我一下这样子。是不是有某些人特别容易招，就是灵界的朋友这样去摸你，或什么特别的原因？或是什么吃比较多肉的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？其实跟那个灵界朋友本身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在讲说，比如说，好像有些人，他就是不喜欢人家去摸他，他也不喜欢去摸人家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像比如说像这一类的朋友来说的话，因为他生前就已经就喜欢摸人家，对，就喜欢摸人家，所以他即使往生以后还是有这样保留这样的一个习性。可是我在看 VCR 的时候，我跟老师有在讨论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听到有好像有人贴着麦克风呼吸的那种声音，而那个声音不是一直有的。如果是一直有，可能是我们的问题，可能是麦克风弄到哪里这样。可是那是断断续续的。我想问老师说，那个是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？我举个例子给你听，我也是随便这样子，穿凿附会这样子，随便想的。他的背上呢，我们可以假设是那个管理员往生之后色性不改，摸一下碰一下留下的印子。其实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很喜欢这样子。对，天哪！哎呦，他如果、啊、贴近了你哦、啊，哎，天哪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引起一些特殊的那种，例如比如说气流的什么改变啊，什么东西。我麦克风现场有麦克风的只有你，只有你们两个。那麦克风就是通常是挂在胸前，是你的吗？老师，你说那怎样？不知道是谁的呼吸声。从一开始我就说他那个呼吸声是从鼻子这个地方，那就是刚教哥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。接下来他们两位在这个空屋子当中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？我们来看灵异最前线的鬼迷色结。他的地点就是当外劳宿舍的悲惨事件背后，究竟会让存在此地的亡灵有多少怨念呢？继续往三楼搜索的尖兵再度遇到了吓阻力量。铁门怎么加这么重？哎，对啊，一定要加装铁门，因为二楼是男子宿舍啊。不好意思，来，我们往上走。啊，那变电箱，变电箱怎么了？我是没有看到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，它关起来就打开，变电箱关起来。不好意思，看一下，查看一下。变电箱是，关起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来到三楼啊，我们要找就是当初那个
就是外籍劳工的那个女孩子在这边被管理员强暴的地方，而且从她这边也被奸杀。哎，小心，这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大老板，是那个，看一下纸筒，这是纸筒，可是为什么封起来？你看，中间是空心的，里面是没有东西，然后用胶布把它贴起来，这有点怪怪的。会不会拿来当椅子、啊、这样来当椅子吗？好奇怪，谁把这拿来当椅子？打扰了，大处都是散落的那个女包包，女用包包。对，打扰了，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。你看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搬走都不把鞋子带走？而且呢，这是现在根本买不到的款式哎，而且都这么小。你看床，这一间比较完整哦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打扰了。我好挤，哎呦！看一下，我那个小婴儿的包的那个照片在上面，吓一跳。你看那个床上面还有树枝，哎，不要乱拿，不要乱拿，不好意思。比较完整的房间里充斥着更多可能的线索，尖兵们一一搜索，而灵动也随之展开。现在就请各位观众注意小黄身后的变化。让我们放大影片来重看这个特殊状况。这边有书掉下来，书掉下来，看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看一下，是什么？对不起。哎呦呀，是英文书，有英文有中文的啊。读者文摘，飞落下来的物体竟然是夹杂着中英文的书本，这和今天探索的主题竟然有了些许巧合。这会是另一种暗示的开始吗？跟什么柜子里面东西？对不起，我这边真的很闷呢，这怎么可以睡人呢？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进来看一下哦，谢谢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刚刚发现那个有封起来那个桶子，可是拿来当椅子真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大一声，小心。大家都小心，不好意思，走进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要很仔细的查看每一个，就是每个宿舍的那个里面到底是哪个地方啊？怎样？隔壁，小心，在那边，对不起，小心那个门。哦，对不起，这门都爆开了，不好意思，是这边？对，这很大声哎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那个床在动，小心小心！哦，看是不是床底下？没有，床底下没有。你看那边还有锅叉子的那个。在那边做一些静态的那些。好，我们在这边，因为刚刚其实这个地方蛮不正常的，而且地上还有一个那种感觉好像是有血的那种。连串怪异的状况让此地磁场越显诡谲。依照惯例，外景队也架设了 DV， 希望能更有效地捕捉到灵动的画面。因为我们刚刚啊上去搜寻三楼女生宿舍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房间其实怪怪的，因为就是那个床那么重，竟然会有那种乒乓的声音，然后而且呢地上我发现一个那个斜枕头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静态的实验，那看看说这个房间会不会有异状。其实他们的格局是蛮奇怪的，哪有人后面啊，我们刚刚看到他们的那个墙壁后面窗户竟然是两格的，是空的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常常眼睛忽略一些小地方。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床好像是要往我们这边撞过来。对，他们一个房间里面有，就是可以睡八个人，可是那个床呢，基本上呢它是连着柜子的，所以是很重的。这画面在动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是觉得有雾，开始有雾的感觉，然后路面在动。下面那个地板好像有东西在流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始地上开始有点怪怪的，只有地上哎，好像有是水在流还是什么？好像有人在，在走。空警实验中，尖兵仔细的监看任何现场可能的变化，漫长的静待过程，画面上也开始有了不寻常。有没有不知道
这是画面这个地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来！空警感应究竟拍摄到什么异状？下一段节目为您揭晓。